老婆，你干嘛去啊？没事儿，你先睡吧。他神神秘秘的是要干嘛去？都这样了，还自己下楼，看着真心疼。他竟然都这样了，还想着做家务。天哪，我真的好幸福。哎，你干什么呢你啊？哦，没有，我买给你的。你买给我的，你自己下来偷吃。不是，我帮你尝尝味儿，一会儿我就拿上去了。你少狡辩，你腿都瘸了还下来偷吃啊？